路边超冲堆窜出火势，猛烈燃烧。消防赶抵现场拉水线灌救，仔细一看，起火的是台特斯拉轿车，还断成两截。另一半车体飞到路面。我被挤掉了。事发在国道一号云林虎尾路段，车内三名男子朋友间原本相约要去嘉义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车辆竟冲出高速公路车道，从六点五公尺高的桥面坠落。不但车子解体陷入火海，副驾驶座的三十岁乘客当场抛飞车外，送医不治。而驾驶和另一名乘客则受到轻伤。重伤的乘客是呈现欧卡的状态，头部都是血。 他肢体有明显的骨折，但是受困在边坡那个铁丝网旁边下面。他是怎么开的？在上面打滑。很快是不是？ 开车的三十五岁男子自称当时没有使用辅助驾驶，而是打滑酿祸。由于车子是电动车，锂电池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除了喷水灭火，更围起四周做降温警戒。村庄里面听到有声音，嘣，我们在全部都冲出来。对，还有那个滋滋，有那个电流，那个在烧的声音。 恐怖车祸，电动车冲落路桥，重摔断裂，引发火势，更酿成一死。当时没下雨，路面是干的，到底怎么会打滑？肇事原因为何？警方要再调查厘清。记者廖文斌、韩志兴、王世涵，云林采访报道。